晚上好啊，让我闻闻有啥好吃的。哎，又是小芳呀，李瑞卿小芳。可是我老早的饭袋子非常好撕开，肉泥的可柔软呢，吃进去好消化一吸收。它是主食罐罐拌狗粮也不错，90%含肉量，还搭配蔬菜，营养还均衡呢。哎呀，冷藏后冰冰凉凉的，太美味了吧，好适合夏天呀。呦呦呦呦呦，腿串。